两年间屡获殊荣，包括美孚旅游指南2009美孚四星酒店奖的这一间五星级酒店，为了庆贺中国建国60周年，在酒店的周围放了大大小小不同面貌的熊猫，惟俏惟妙。酒店行业竞争激烈啊，想留住人客的心，你不花多少少心机去做一些主题活动都挺难的。冇錯，就好似呢一間酒店咁啊！自從開張以嚟咧，都舉辦咗好多品牌盛事同埋同節日有關嘅活動，吸引咗唔少名人同埋明星嚟參與，場面都好熱鬧噶。哦，即係好似除夕倒數、農曆年主題活動同埋一啲 fashion show， 要幾熱鬧有幾熱鬧啊！冇錯 ，Josie 啊，點啊？唔知幾時到我有份可以參與其中嘅盛事咧？實有機會嘅，睇下你有幾努力咯。嗯。天后广场是这间其中的主要卖点，它位于酒店中心地带，广场面积有成2320平方米，高度有成25米，置身其中可以感受到非常之明亮广阔的空间感。这里的设计其实是参照了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的里斯本车站为蓝本，并且融合铁达尼号贵宾区的设计，表现出葡萄牙对澳门带来的风情和气息，以及作为五星级高级酒店的风范。难怪很多名人明星来到澳门的时候都很喜欢来到这里住下吃下东西。当然澳门很多酒店都很有特色，不过论到浪漫高贵而又不会太过浮夸，这里可以说绝对可以给到大家不一样的感受。2009是澳门的双庆年，10月的60周年国庆，12月的澳门回归祖国，以及特区政府成立熟悉同面貌的中国国宝大熊猫，同大家一起度过这两个充分纪念性的大日子，直到明年12月，震动巨子的大熊猫美食同埋巨獎遊戲會為各位遊客製造驚喜，無論係一家人、朋友，甚至係同伴，你都一定可以喺度揾到好多開心事，留低好多令人難忘嘅回憶。